马上来。
他非常感谢他，因为他在十分钟前说安妮，在两天前他说他一定会到，然后他就在十分钟前他说他生病了，然后他说但是他一定会来。我要非常感谢这位朋友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这是一定要的。其实我昨天就伤风了，感冒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惨了，今天一定要状态很好出席安妮。好了，看到我就说你来到现场自然就会好了。那就是我想问哦，就是说其实你跟安妮已经合作那么多年了，真的是合作无间了，所以这一次你们有什么新的火花？新的火花，那其实安妮她，我觉得她很花心思每一首歌，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有发过个人的新年专辑，真的很容易会闷场。我觉得安妮很厉害，就是她这五首歌从头到尾看到完，没这样子，然后她就二话不说就过来了。当然喽，因为再不出，再不来怎么样？明年继续再问。真的谢谢她的出现，然后跟钟小玉也是有跟我同框，这也是。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。对，因为一向以来呢都是会有 Stella 跟 Nick 就是一起，就是还有 Annie 就是一起，但是这一次呢终于有其中一首，就是组曲里面其中一首歌呢是只有 Annie 跟 Stella， 是，而且三天就破100,000了，这首歌哇，非常希望大家继续分享，继续破100,000-200,000。对对，我们一直有在破100,000，一直想说哇，我们希望能够破100,000。我们今年目标是200,000啊，是目标，因为我们第一年合作的时候，我个人的主打歌就破了400,000，然后第二首300,000，然后跟他第二年的时候又破了大概150,000。对，150,000。所以我们今年目标说一定要大家分享。春风去翱翔，开门期间是扬扬半头浪，嘻嘻笑笑统统欢喜一下，一年春季在预选好预算，快许下新的愿望，财神多多帮忙，妻子靓丽彼此才不嫌烦，穿起婚纱身材飞扬，我们龙龙新年这一曲跟词跟老师，对，谢谢你老师。我平时呢就是听到很多呢新年歌曲呢都是由俊良老师写的对，这个才子，他说不要留位置给他，他要当歌迷，真的在台上当歌迷，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老师。是 OK， 好，来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22号吗？107，谢谢你，有拍一张照来。先在旁边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第三份，还有一份肉干，不怕。好，可以哈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可以了吗？我们都有哈，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艺人们呢，就是我们坐回去下面那个位置呢，我们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。左边所有的歌迷，你们也一起集中来到舞台的中间，这里就是来到中间这里，我一起来一个大合照。来，我们再去来到最旁边，旁边的朋友来到中间这里。那我们也请所有的音乐教室是小朋友们全部来到这里前面、下面这里，你们就坐在地上吧。来，那我们这一边的朋友，你们躲在这里呢。龙龙新年庆团圆的贺岁专辑首唱会呢，就圆满。成功的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刚刚有买专辑的朋友呢，安妮今天就会一一的为你们全部签完为止，所以待会儿呢就是大家要排队，就按次序的，就
从那边上来，就舞台右边那边上来，所以大家就是要守次序的，把你们的专辑，还有你们的我们只签专辑哦 ，OK？ 所以呢，你们拿着专辑，然后就是排队来到这里，我们就是守次序的，一个个来。然后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的艺人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莅临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然后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呢，如果你们想要合照的话呢，你们也要非常的守次序哦 ，OK？ 就是待会儿，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朋友都有在现场有买了专辑，所以大家只能签专辑哦 ，OK？ 如果只有海报是不能就不能哦，就我们今天只签专辑，所以就把专辑都已经打开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加快我们的速度 ，OK？ 谢谢大家。给你们哦。哇，七。